今仔是94年的11月1日，来到嘉义南投县吼。公公这位大哥，大哥你先自我介绍，啊，搁有介绍恁的地班是啥物班，好吧？我姓林，林东华，是这个仁爱乡合欢高山茶叶产销班的班长。嗯。啊，伫这位家种茶已经种到12年、12年左右的啦。啊，这个地区是在伊搭，啊，不过这是啥物所在？伫个山顶。这位家哦，拄叫算也是仁爱乡啊，拄伫个仁高山下啊，亲近农场的对面。嗯。这样子，这个地方叫做马赫坡。哦，欸、这个地名是这安尼吼。啊，这个地长你种在当吗？对啊。所有的茶园皆是拢偌大。我家己本身都有两家地左右的迄个地园伫里啦。是安尼吼。啊，因为吼来到你这区吼，因为吼有一个朋友吼，吼嘛是林先生啦吼，给我海环保植物元素，和你照顾这区的地嘛。你这区的地敢是人迄个乌龙地？啊，对，乌龙。啊，这是算冬啊地，因为迄个林先生摕阮的物件了的时阵吼，安尼你按哪使用的啊？当时接到啊，当时用啊，用了的感觉啊，讲讲一下安尼，好吧？因为我接触到这个海环保是较慢一丝仔啦，因为食好朋友所介绍的是，我是拄冬啊地满山了后，走去鹿角找迄个青蛋啊，阿姨所介绍这支药啊，啊，回来了后，我就抱着尝试的心理落去啊试看。拄大先，阮照正常，树仔地采收沙的时，就是先啊抓一片药啊，先杀菌消毒一下。啊，这个海环保袂使甲药啊同齐连咧抓。啊，所以我伫咧即中，我有先抓一片的迄个，鸟仔嘴开的时，我咧先抓一片的迄个海环保。啊，海环保抓了无偌久，台叶都来一叶一叶都来时，我有搁抓一片的迄个农药。啊，过刷落去了，等到差不多两叶卸叶的时候，我再过转一遍的迄个海环保顶。啊，即马就甲即马来就这个情形。啊，即马安尼吼，算算，敢是要采地啊？啊，即马差不多即几工啊，过几工我就要采收。哦，啊，你都无爱喷物件嘛？即马无啊，要20天无喷任何物件。啊，即马我来当问大哥吼，比如说你以前在照顾地吼，有在喷农药，还是阮喷阮这个物件吼？你会感觉，因为你会感觉讲喷阮的物件对你的地有啥物帮助？啊，佮有迄、那个，你看迄观察，你讲喷了吼，啊，即段期间拢无喷农药、喷药啊吼，安尼啦。即因为我初次使用啦，啊，正常我是佮你若讲农药的关系，我是还袂讲很明确感受到啦。啊，不过即个效果对即个茶园来业务来讲吼，是感觉伊即个效果是用拢是袂歹啦。啊，那农药减少的方面，我即马没有很确定的数据上来讲，有影我有法度减少这个农药，因为我照以前的迄个农药使用方法来去照顾我这块地，不过中加两遍的这个海环保。哦，安尼吼，啊，成长讲有帮助的是。成长啊，伊这个是就不哩明显的，甲隔壁阮同齐班的比我较新长的位啊，成长是有敢那较好。有较紧，你要办地，伊会阿伯。伊嘛是差不多要办，不过伊发的就是伊较参差不齐，伊袂像即个即发的较焦哈。你是安尼焦焦安尼。啊，焦焦拢有即个地硬。所以你有感觉讲，哎，海环保对你家的地长安尼平平安尼吼，安尼照顾啊，这边发到足焦。啊，即只地硬安尼，一坡拢一硬安尼吼，已经挽落来一硬吼，伊会使然后隔壁几硬出来安尼。哦，即个有隔。啊，伊算讲像这安尼来吼，以前只点一院起来嘛，啊，即马只开始弄一院、两院、三院、四院、五院，共要有五院的物件。啊，以前一院啊，以前慢一院起来了，啊，即马规个壁的效果袂歹。哦，你是观察者哦，你无甲我讲，我阁唔知啊，是讲。这个是以前树仔第慢掉一院伫遮嘛，啊，一院慢掉了，伊只开始就开始变啊，只一直爆只一院出来。哦，是安尼成长。伊这像这你看，像这卖拢真济，讲你剥一挽一院掉了，伊加补出来，加院头真济，加只院加就院出来。啊，反正你的感觉就是讲，即届量产有较济未？应当本来阮冬啊地量落真少的物件，啊，即马就是讲用这个海环保，我感觉是，哎，真的跟以前比较起来的话，吼，这个效果敢那蛮明确，敢那看会出来讲，成长较济啊，伊敢那算讲是发了加。真水真嚼啊呢吼，啊应该会比我的预期加真好真济啊呢。班长，你有观察到无？看你的地园安尼吼，规片安尼绿油油，遐个安尼亮晶晶有无？啊，看迄隔壁吼，无喷的，真正迄个拢安尼噗噗啊，安尼袂光鲜安尼吼。等下吼，班长你传来去隔壁甲看好无？林班长，因为吼，你讲吼，这边是你的地区。啊对，这边才是我的。
这我种的地，就恁班长园啦，我第一。对啊，这边哈，这边这是我的地园啊。对，啊，你甲做一个记录，安尼白白安尼吼，有使用阮海环保，报应报遮济，啊，成长较紧，吼，啊，你甲翕一个啊，啊，等下吼，镜头过来刷伫个隔壁，我嘛是照路，啊，这隔壁区就是别人的。啊，这边这的。白白安尼吼。啊，这个。有差咯。对啊。像这来的话，像这伊这就若啥讲，这地上比我较新，比我较少年，啊，不过伊就是发起来无啥会焦，阵有发的位啊嘛较规撮，较规个，啊，这边啊位啊，像这拢真侪拢发袂出来位啊，像这啊像这边这较水的位啊嘛是共阮拢加真人，卖拢加真人。啊，你的一亿拍几来亿出来，伊一亿就是嘛是一亿啊。啊，伊那一亿卖拢对一亿出来呢啊，啊，伊这嘛是拢袂讲介，啊，佫所以拢。真侪拢发袂出来位啊，同阮真侪拢发无的位啊，啊，像这你话像这细细影啊，这嘛拢发袂起来啊。你看，这拢刚刚办的，差不多刚刚办的嘛，差不多刚一个时阵啊。啊，林班长，这区敢是恁办完的？这个不是阮办完的，这个是另外一个迄个原住民的。啊，林刚啊，你嘛甲报，因为你有水，学校报，当然啦，伊若看我遐水，嘛会问我用啥。到时候拍完的物件吼，你以前咧喷农药，拢是喷迄个味嘛，啊，扫过尔。无。哎、欸，我是拢蛇物件，我当然是规丛上好新啊，像迄款物件，尤其是咧规丛会蛇较淡一丝啊。好，互伊先生互较淡，个效果当然是会较好。你吼会当吼对下面安尼扫个安尼，下面吼因为下面拢平常拢有青池啦。啊对。哦，啊你迄、那个你迄边个地区吼，麻烦班长吼，连工做个时阵对下面甲扫过，安尼许规丛建议用规丛啊，落了咱洗过。洗身躯安尼洗甲清气当当吼，较无白汤啊，因为袂当参像你农药安尼喷。粪顶管，会当麻烦班长做较起工的，洗好较淡的，安尼效果如何？